大家好，我是电影人李现，也是湖北人李现。回首2020，忘不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在疫情爆发后经历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如今风雨已过，向阳而上，让我们共同迎接春暖花开的日子。1月22日，国内首部战役纪录电影《武汉日夜》将与观众见面。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影院，无望温暖与感动，向平凡的英雄致敬。武汉你好，有你正好。